近日三亚海天盛宴成为网络的热门话题，网友爆出活动涉嫌聚众淫乱，更有大量疑似现场图及参与者微信截图先后流出，很多一线明星卷入其中。近日知名博主长城国贸在微博上爆料，海天盛宴其实是单纯的交流活动，明星们参加也是正常聚会，但开幕式上会比较隆重，这次会在网络上引起极大的关注，是因为受到一些低俗艺人的恶意炒作，其目的便是借助海天盛宴来炒自己。酷睿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